说苹果公司为什么会在一个打火机上打广告呢？还是这个打火机特意用了一个苹果的广告呢？这写的是很难相信我们能够将如此多的点子放到这个小东西里。打火机经常有一些匪夷所思的东西。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做的一个可怕的梦。什么梦？大概是上小学的时候吧。那天天挺阴的，感觉很沉。我回到我们家小区，我曾做过一个最可怕的梦，梦见自己放学回家，开门的是一个阿姨，长了我妈妈的样子，但她并不认识我。你家在三楼，305。我就顺着楼梯往上走，到了我家门口。我敲了下门，给我开门的是一个陌生的阿姨。当时就愣了一下，然后问她：“哎，我妈呢？”然后那个阿姨跟我说：“小朋友，你走错了吧。”今日无事发生。